华尔街日报揭露，首相纳吉过去四年共花了1500万美元，也就是大概5500万令吉，购买豪华奢侈品。行动党国会议员林丽莹和雪州行政议员刘天球今天报警要求彻查。他们表示，在大马 Jekyll 广场也被点名，纳吉夫妇曾经在广场购买服饰和布料。如果以一件衣服最贵10000令吉计算，他们共买了5500件，四年下来平均就是一天买4件。